好了，你什么都有，应该没有什么愿望。安宇，你一定要过得特别好，特别幸福，因为那就是我的愿望。哒哒滴哒，哒哒哒，哒滴哒哒，哒滴哒滴哒哒。这算是我来卓越之后做成功的第一个项目吧，我很有可能就可以转正了。虽然我知道，邵总，你肯定还用了一些其他的办法来说服何硕，可是我今天还是非常的开心。我现在这么容易被你看穿吗？看穿？应该是完完全全看透了吧。哎，小心啊你。没事。你脸好红啊，你没喝多吗？我怎么可能，我现在是微醺而已好吗？到了你，你跌倒了 OK。 我才没有，我今天只是喝了一点点，像上次江边那种事情呢再也不会发生了。知道就好。宋木林，你有什么愿望吗？愿望？好了，你什么都有，应该没有什么愿望吧。那你呢？你有什么愿望？真的好想见你。你刚刚唱什么歌来着？双城故事啊。那你教我怎么唱吧。千山万水沿路风景有多美，也比不上在你身边徘徊。安宇，小时候有人和我说过一句话，看着天空就能爬上来，我觉得你一定能见到依依。谢谢。安宇，你一定要过得特别好，特别幸福，因为那就是我的愿望。描绘着你的别往下看，看着天空就能爬上来。看着天空就能爬上来，这句话伴随我走到现在。从国外回来之前，我已经下定决心，我愿成为当年你拉我上来的那双手，今生今世，只要你要，只要我有。